前追捕的这波走私集团和前两起案件是相关联的，他们背后都隐藏着犯罪的操纵者，而庄文杰是我们找到这个人的重要突破口。苏队，那我们现在要给他们安排任务。可以，按照程序报上去，先采取远程监控的方式。明白。江警官，到。麻烦您联系一下庄文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，做一下走访调查。唐警官，到。请您协助我们安排警力，对布控对象进行布控。大警官，麻烦你把你。